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。用身上好像是水有装备的，高斯的装备应该下下来了啊，因为在雷杰多这里。用无限赛罗带个队吧，无限赛罗很久没带队了啊，这么帅的英雄必须让他出来溜一溜啊，时不时。好的，雷杰多带队，不对啊，无限赛罗带队，说错了啊！再来个高斯吧，高斯手上还有一套装备，丢一技能就行了啊！就又可以控制。哎，我们的高斯刚才是不是没了一条命呢？一技能就行啊，一技能就行，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技能，对于无限赛罗来说，又可以控制，而且还可以弹射啊，还可以弹射。哎，哦，那一个已经打了几把了是吧？齐尔贝利亚，跟着我们一起走。哦，三个七十级，三个七十级，没有问题啊，没有问题。走一波，哎，没秒掉哦，他们是三个七十级，我忘了啊。谢谢彭子环的礼物啊。哎，怎么还有电脑人？为何还有电脑人？二十四级的都来了。哇，吉尔贝利亚这个姿势很帅啊，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，他在空中飞，他没有站在地上。好的，最后一场，最后一场打完了之后，我们好像今天的任务都也清完了啊，清理完毕了。走，我看一下我们的任务清理完毕了没啊？好的，十连胜箱子拿到，这个都打完了啊！我看一下这个叫什么来着？黄金段位有什么奖励啊？我这里看不到啊，这里看不到奖励，在这里，黄金段位哦，黄金段位之后是白金而不是白银啊，奖励是第一名获得2000钻石。这就很丰富了啊，2000个钻石呀，朋友们。嗯，很多朋友问我这个钻石哪来的，这里得2000，这边上一次我们第三名得了多少，又得了1000，还有每天送的，还有这个火花塔的都可以啊，火花思念也可以获得钻石，很多地方可以获得。我想去做一个卡，嗯，把这个卡先跟他做出来吧，加命中，或者是这一个机械哥莫拉，机械哥莫拉最后是加，我又忘了啊，我又忘了，我看一下，机械哥莫拉加闪避啊，加闪避，攻击加命中，先做魔王卡吧，能穿这个呢。生命物防，大家说是先买闪
搞一个闪卡出来呢，还是去抽一波娇兰，升一下我们的豪勇杰德的等级呢？是升杰德呢，还是做闪卡呢？我看了啊，大部分粉丝都说升杰德，因为杰德是真的强啊，伤害简直是爆炸，一直到现在最新的版本他的伤害都是很爆炸的一个英雄啊。好的，那我们去抽胶囊啊，去抽胶囊，走走走走走，抽一波胶囊，抽一波胶囊。这里啊，不够，哎呀，不够就买啊，先跟他来十个。1600钻啊，1600钻，好的，十连抽，走起！这抽了个什么东西出来呢？奥特之王、奥特之父、奥特曼，看一下人生多少级啊？这是直接跟他干了1000多个钻石啊，1600个钻石。这里我们来一波升级，能否升级呢？这怎么都是一星的呀？哦，这是之前开的箱子还没点是吧？忘了点了，忘了点了啊！刚才忘了点了。好的，58了啊！来来来，再来再来再来一个十连，再来一个十连，再来一个十连，又是1600钻石，不要紧。再来，没有抽到黄金胶囊啊，没有抽到黄金胶囊，看一下还能不能升，这么难升级吗？真的是，来，还不行啊。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可以融合的啊。融合这边可以可以直接看呢，好像不行，不行啊，不行，只能在这里看一下有没有可以融合的呢。我这里进阶了啊，这里进阶了一波，这里又进阶了一波。奇美拉啊，再来最后一个，直接来个20，直接跟他来个20连抽，钻石用了一半了啊，钻石用了一大半了啊，不，这不能再搞了啊，来，不能再搞了啊，钱得留着了啊，因为我还想搞一个闪卡呢，到时候。这里能不能激活还是不行，这个雷德王、不是雷德王，是雷德王，我都忘了啊，是叫雷德王吧，是雷德王啊，这个是闪电杀手，都没有获得到啊，都没有获得到，怎么这么难获得呀朋友们。我20连抽抽完了没啊，抽完了吧，抽完了，抽完了，不能抽了啊朋友们，这杰德的宿命就在这里了。我们上，我们等下一个星期奖励钻石发到手了，我们再来啊。58级继续，看一下经验能否再突破一个等级呢？或者是刚才有个很好的胶囊，直接升到，哦，就差这么一丢丢了。你觉得我会放弃吗？
不可能再来一个，但是不是十年了啊，来一个普通的。哎，走，哎，满了， nice， 突破了我们的，哎呦，我们的这个好人杰德也可以突破了，漂亮，杰德漂亮，舒服了啊，舒服了。好吧，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支持管理哥帮忙多多点赞哦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